你怎么还没吃？因为我拍到尴尬。你今天都在拍片吗？对。乌冬，对，炒乌龙。乌龙面。Fry 乌冬。Fry 乌冬。乌龙不是 Fry 吧？炒面。像炒的，但是乌冬。不是炒面吗？算炒面。但就是乌龙。对。味道也不一样。为什么你？这么好了解这附近？因为我是万华人。你喜欢吃卤味吗？卤味，我讲一下，是卤味。哦，好吃。有点怕。你会怕？为什么你发现我刚刚戴眼镜吧？因为你的身高跟红色鞋子，脚架。啊，脚架。发。头发也麻，泰式头发吧？日式吧。秃。然后要去五十岚。对。不是。西门町五十岚就是这里的。乌龙面。哦，乌龙面在前面。你好远吧？啊，还好。谢谢谢谢。那边 ice cream。哦。非常特别，它有。猪肉冰淇淋 ，pork ice cream。猪肉冰淇淋。很特别。为什么？应该不好吃吧？可以吃吃看。我完全不懂台湾的特别做好的想法。但就很好吃，很有名，开了好几年，1945年开到现在。耶，好久耶。非常久了，很厉害。然后卖很特别的口味，好像ツアーガイド呢。你脚会很酸的吗？还是脚会？没有酸。没有酸，好，那就好，快到了。累的意思吗？对。哦，酸，酸酸的。哎，对对对。Muscle 酸。为什么说酸？脚会酸。你有吃过脚吗？感觉不是吃。是你的内心，不是味道吗？不是。好期待呢。Oh no！ 好像关了。关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那我再。开心的。回去。关关。去。真是可以吃吃看刚刚那个。乌龙面。乌龙面。没有了，没有。对，有一个小小的是这样这样子的。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。这个最后一个。哦，这个也最后一个。坏人，真的好可怜的三元。那你要吃吗？给你吃。可以啊，可以吃别的。哦，别的。好。好可怜的三元。うまそうやん、これ。これ、あ、これが、ビバンガ、ピリ。トピうどん。おー。ねえ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蛮好吃。そう、天心啊。うまそうやん、これ。